司機唔該，九龍灣大昌行集團大廈。大昌行？冇問題，大昌行啊，香港70年啦，個個都識，歷史仲耐過我啊！佢係中信旗下公司嚟噶。咧，呢間咪就係佢哋代理其中一個汽車品牌嘅 showroom 咯。大昌行啊，代理全球超過20個汽車品牌，內地同埋亞洲有成過百間銷售店。在香港 ，Audi、Honda、Bentley、Infiniti、日产都是他们代理的。请问声，你在哪里回来的？哦，吉隆坡。哦，马来西亚嘛，这些渔夫之宝咪大昌行在马来西亚生产，再运去全亚洲的咯。他们在全球入口不同食品，分销过千个品牌。就好似呢支保抗力同我老婆买俾我啲嘢食咁，呢间大昌食品都系佢哋噶，澳洲嘅冻肉、鲍鱼同日本嘅菠萝都有得买噶。咦，你呢杯咖啡都系佢哋代理噶，系意大利品牌嚟嘅。只不过大昌行都有自己烘焙嘅咖啡豆，供应全港嘅餐厅噶。其实他们都有出售不同嘢食给餐厅和酒店的。大昌行的业务层面很广的，有物流、医疗保健、电器。咦，乜你喜欢听歌的？这个苏耳机都好像大昌行代理，不错吧。哇，这么快就到了，都不够时间跟你讲完大昌行在亚洲不同的业务。司机，其实为什么你这么熟大昌行呢？我的仔在这里做嘛，都5年了，现在做紧经理啊。唔该司机。不过你漏了一样嘢。是啊，我的士嘛，都是大昌行代理的。